来到我们粤东氨基酸有机茶的生态基地，来请大家喝茶。来，我们市场价要9800一两，今天啊我们团购价内部价只要980一两，980一两。怎么了？上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把我客人招待好，慢着，你被开了，滚！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咱们这个粤东生态茶庄的董事长，我姓陈，叫陈胖胖。对于我员工刚才的表现，我就给他讲。待会儿不会找我们要钱吧？等会儿要钱吧？什么？我叔叔要在英国的咖啡商签合约了，这欺人太甚！我跟大家说个事儿，咱们这个茶叶呢，是我爷爷一手培育发明的。去年我爷爷他先逝。他临走前，他最舍不得的也是这茶叶，所以今年我刚从哈佛毕业，我拒绝了全球50家公司的 offer， 我回到小山沟，就为了完成我爷爷的梦想。好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！我的叔叔他就想把我们茶庄的茶叶全部铲掉，去种英国人的咖啡豆。他说我们中国人的茶叶不好喝，外国人的咖啡豆才好喝。家人们评评理，我们中国的茶叶比外国的咖啡差吗？中国好，中国好，我跟我的叔叔打了个赌，如果今年咱们这茶叶的销售量达到1亿的话，我们茶庄可以继续卖咱们的茶叶啊！忙不忙？这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天了，我们这销售量还差多少？最后一万，这事关我爷爷的遗志，为了我保护我们的茶园，还有我们茶文化的传承，咱们不卖不卖。天天来啊，买茶叶，这边这边九十八。别抢，别抢，来来来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欺人太甚！家人们，家丑不可外扬。我舅舅啊，他说我们中国的手表没有瑞士的手表好。他想把我姥爷的手表不给卖了呀？为此，我跟我舅舅打了个赌，手表98一个。家人们。来，不错了，这些。